有一件事情我要先道歉，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从我刚嫁来台湾就一直在帮助我，我却因为不了解误以为它是政府单位，为啥我会搞不清楚呢？也许是台湾的非营利组织真的超级多，到底有多少个？我让猫头鹰猜一下，他说7000多个吧，正确答案是1万多个，不止我这个新住民吓一跳，台湾人自己都吓到。台湾社会能有现在的和谐幸福，真的是有一大批人在默默的付出。正确答案是7万多个。这个非营利组织就是社团法人云林县儿童福利发展协会，他们对新住民的服务非常热情。刚来台湾，社工真的会骑着机车到我家来家访，关心我的状况。我一直误以为他们是政府机构，类似新住民中心，以为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，但是我错了。他们是非营利组织，是出于社会责任在主动做事，而不只是在完成工作任务。云林县儿童福利发展协会也许只是默默无闻的做事，但真的值得大家了解。协会的宗旨是关注儿童的健全发展。他们说，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可以等待，但唯有儿童的成长不能等待。其实我有点纳闷，我不是儿童啊，为什么也会被这样温柔的关怀呢？哦，原来他们的工作重点有一点是关怀外籍配偶家庭。这次到底有什么关怀活动呢？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如何在台湾提高生活品质，除了会赚钱也要会理财哦，非常实用的课程。我以前卖过珍珠奶茶，那时候是我妈在卖，以前我卖一杯是20块钱，从25涨到50。那我问你，以后会不会变60、70？1.4年你把这个珍奶省下来，他可以买一只 iPhone。如果说像有一些姐妹，她会有可能护照过期，快要过期，但不知道要去哪里办的时候，或者是说大陆姐妹她可能会有那个大陆网民通行证的问题，其实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。那另外的话，它这个也有针对就是我们在台湾生活的一些适应给予一些建议。比如说我今天出去外面坐计程车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说我要去哪个点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打这个专线，算还蛮便民服务的。Nice。我刚刚说的跟烧法是在今年的几月几号实施的 ？Hello。第三个题目就是我刚刚传下去的这个，可能在我们身边很有可能看到的这些毒品，除了你们现在手上看到的，我们现在很常吃的咖啡糖，小朋友想要吃这是真的糖果啊，要吃可以拿来，或是巧克力，很有可能哦，大概多少期就可以买到了，来。好，叮咚叮咚，答对了，来，那送你杯子。Nice。那我们平常就是会跟我们的新住民姐妹做一些电访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也会去做一个家访，待会会带大家来做一个椰香水果奶茶，邀请我们的那个洪老师过来跟大家授课，来请大家掌声欢迎洪老师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午安。那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材料哈，有没有椰子粉、枣子、棉花糖，还有奶粉，把我们的水果干倒在这里。我先示范一下，我们先把150克的奶油，好，放到锅子里面，再来下棉花糖跟奶粉，这个都很快哈。哎，下棉花糖，不过吃这个哈，不要过量，爆表哎！你看我没有职业伤害。我们再把奶粉倒进来，奶粉哈是让它能够再成团，然后又增加它的奶香味，所以我今天有加嘛，牛轧饼，像这样不会留下来偏硬的，可以加一点椰子粉下去。那奶枣我们可以两种做法，就像这样，有没有包槟榔的概念？好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这个是比较清爽型的，等一下还有一个重口味型的。那建议你们今天哈就做清爽型的就好，因为是夏天，好，然后配一杯咖啡，无糖的哦，好。然后来一个重版的，重版的我们要怎么弄呢？这个夹完之后不要沾椰子粉，这个夹完，好抓一点点，
你要小心烫哦，如果真的很怕烫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勉强去弄，把它包起来，把它包起来，搓一搓，这个要身材苗条一点，吃这个会漂。好，这是重口味版。好，有没有谁想要试吃，告诉我口感一下呢？可以，吃。来，大哥，要不要来试一个？好，再一个机会哦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留给。好大一颗！你，我保证你们很少吃到热热的。哇，好好吃哦！自然的美味，多么的奇妙。可以拉出来，那我口水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。啊，如果有忘记的话，请手，我会过去。那个层次很多，跟大家互动一下，这样越搅越香。烦恼都走掉，我想把美味送到你身边，和我一起感受这幸福的时刻，简单的快乐的。刚做出来热热的，软软的。哎，如果要吃硬一点的，还可以多加一点点奶粉，好。手套一定要抹油哦，哈，它才不会粘。好，没有棉花糖看不到颗粒的时候再下粉。哎，这边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这个加一点点，只加香味而已。哎，好，这个饼干是等一下加嘛？饼干哈，就像这样，你这个弄好了，这样。这个就是牛轧饼。对，迷你版的。好，可以这样吃看看，好。还是都倒进去。哎，试看看，这是加码的。很烫。试试饼干的口感，有，然后这样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外酥里软，还有那个温度，就是温度好，对，就是要有一点点那种温度，对。够吗？太多了。太多了，蘸酱野粉，它就是弄一个球。哦，野球。各种不同的吃法。好了，结束喽。用料非常的够，非常扎实。你看，跟别的比。好玩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再次感谢台湾对新住民的细心关怀。台湾的非营利组织真的刷新我的认知，有机会要去多多了解，更要积极参与。人人为我，我也要为人人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